他这个情绪变化也太大了。前面给我发。啊啊，等，我再开播，开播。Hello。我就在这里播播，回去就不播播了。谢谢小鱼仔，今天感觉好多了，没那么难受了。谢谢朱美丽，不冷，一点都不冷，我特别热，因为我在车上。谢谢小贺，我刚刚拍那张照，我以为我流泪了，看起来好像流泪了。哎，我的直播还在开。啊，是吗？可能是刚刚你是不是？他有时候是这种 bug。 谢谢团儿，谢谢明初。我真的就是待太久了吧，可能也还好，看手机不会头晕，我现在感觉良好一点，还好还好。谢谢痛痛，旁边是猪猪，我们一块回来。网络太差了。谢谢。为什么我的网这么差？你的网很好吗？可能咱们用的不是同一个那个，而且对，咱们用的可能不是同一个。而且我直播关不掉了，自己开着呢，但是我自己进不去。我之前也这样子过，你要把口袋给关掉，然后再把口罩给关掉。嗯、谢谢今天吃什么？谢白泥。病没有好，但是没那么难受了，没有那么快好，但是目前吃喝正常。嗯，反正比之前好多了。嗓子不是很痛，谢谢现充不充，谢谢明初，没有吃药了，我就昨天吃了一下，今天不吃了，而因为我昨天晚上吃完东西之后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吃了个那叫什么，就治胃的那个，谢出来的小号，谢口音被带跑偏了，吃完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，今天还是有一点。但是比昨天好太多了。现在说酸奶，天哪，说酸奶，我想起来我买了酸奶的冰箱，我买了好多吃的我都没吃，我钱也没花完。这次我知道了，我没有把钱花完，我又换了一点钱，但手续费花了40块。谢艾丽西亚，今天好多了，也不发热了，现在体温非常正常。谢谢改名太难了，谢谢61，我都打不开。为什么爱丽西亚？谢谢周八如人，谢当一不是零。是啊，这次我本来想拍好多好多视频的，都没拍到，合照都没合到。因为每天我们分组，谢明初，谢解糖，谢开开，然后分组拍嘛。谢谢被空调的浸泡水，谢开开，谢一次纸，谢白妮。我就开了几分钟，因为刚网络太差了，但是我现在快到了。谢谢小黄鸭，谢谢天才小少女，姐今天吃什么？吃啊，这次有点受罪。这次我昨天破防了，我昨天因为太饿，然后谢安放羊的马卡龙。就是大家就是环境比较差。嗯，然后我在群里说，小朋友。点的外卖一直没人送，我说太差劲了，就是没有吃的，秩序的话太差劲了，因为工作人员在那里，对吧？谢谢逛逛，在机场准备吃什么？然后就终于带我们去吃饭了，但是我没去他们那家，因为他们那家就是我吃了之后生病的那家。谢谢小张，谢谢爱丽西亚，谢谢爆妈云，谢谢小张的马卡龙。谢谢阿呆，谢谢袁艺师，谢谢牛奶配面包，谢谢爱德华，谢阿呆。就是那家吃了，然后结果昨天晚上也有成员去吃了那家之后开始不舒服。肯定是好久没见了，所以也没咋接到。谢谢莫白，工作人员挺凶的，不是拿东西。我急死，然后就很吵，然后我可能也是吃了那家，所以不舒服。太吵了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中招，有的人吃了就没事儿，可能就是身体的原因，包括有点水土不服吧。看
卡吗？为什么就网不好？但是昨天还是非常开心的。啊，昨天开心吗？昨天不是很开心，晚上还是希望不大开心家就是正常和，还是生时带蚝，着不小知道。朋友们一起维持好秩序。我这长了个小痘痘，好烦。就是不太在这个看到没？手机太大了。在这儿。嗯。我说我这长了个小痘痘，好痛。是的，对的。好起来了，别摸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在蓄势待发中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发现的吗？是我刚刚用原相机，我说我因为我眼睛看不清，然后我拍一张。然后我一拍完之后说，哎，怎么下巴变尖了？然后我一摸发现是长了个痘。我这次去越南我才知道为什么我这些老长痘痘，是因为我用的粉底液是那个持妆的，很闷痘。我这个也是，我不用了之后我就不闷痘痘，结果这次因为要拍这个嘛，所以我就又尖了。真的吗？又回去又用的那个，真的假的？又开始把用就闷痘，然后其他人用了也会闷痘痘，就因为它很持久。所以平时生活中还是比较勤于用一些洗小的一些小的。我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膏状的阴影，用完之后就长痘痘，因为太厚了。谢爱丽夏的一滴。我家快点吃饭。是的，我今天就吃了一顿饭。在飞机上，那飞机餐过来的时候还想吃，今天吃了两顿，那个也算一顿。又好心好心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在飞机上一直没跟你讲。什么？切一直都就是我们看电视，我一直没有听声音。对，我知道你没有听声音。啊，你知道？我以为你是故意的。我不，我以为你想听音乐。不是。很搞笑，就是周周在那里看电视，然后我本来睡着了，就熟了，但是我醒了之后也看他的那个电视，但是我没有听声音，因为他戴着耳机。然后但是我全程我的脑子里是有声音的，而且是韩语，懂吗？主要你听不听其实也一样，因为他讲的也是韩语，也是要看字幕。对，而且是韩语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看视频也是，我不用放声音，我自动会配音，就是他们每个人的声音就是按照他们长相都配好了。因为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时候太痛苦，所以我下了很多电视看。谢谢小金。不是眼泪女王，是那个金字塔。但是我之前就看过人家截的那种 cut， 所以我已经知道了，就是他大概演的是什么，包括他后面的事情。是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盲看。我下了韩剧，本来想像日剧看的，但是没有版权，就是在海外版权受限，我下载不了。然后下了国产剧，下了好多电视剧看。对，因为我来的时候特别痛苦，像坐牢一样，感觉还不错。我已经可以自己再看看。谢谢小陈，谢谢爸爸，谢谢阿姨。动漫以前小时候看，现在长大了是少看了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我就下了那个什么类型的剧，就下了一个那个金字塔游戏，下了一个觉醒年代，我之前看了一点，真的好看。谢谢十三，谢谢再也没一点都不冷，一会儿下车就不知道了，反正现在不冷，下车肯定会冷，但是你到家了没事了。谢谢炸咸鱼，这是我本来我打算旅行日记穿的，可惜这次安排太差了，就是没跟我们说去哪里拍摄，所以就是没穿到。给大家云接伤心的，我要关掉了。不是旗袍也没穿到，因为根本没有机会穿，每天都在拍摄。对呀、啊，我特别喜欢，我你都不知道，我还带了熨衣服的、哎，带了好多东西都没用动。谢谢。谢谢兰兰的黄瓜，谢谢兰兰。可恶！天，大家回家路上，我已经打算自己买一个缝纫机，自己改了，大家因为我来不及了，谢谢，因为我想穿2024的全罩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怕别人给我改的太贵。我去不播了，谢谢六一一。而且我先吃饭，我看今天只吃了一顿饭，我现在很饿，我就赶紧把妆卸掉。化妆花了好久了，谢谢天才少女小七。因为我本来不想化妆的，想了想，回国了肯定很多人来激我，还是化个妆。哦，肚子狂叫！哎，小包要把那个关掉了，要到了。好，拜拜大家。我先关掉一下，一会儿再说哦。拜拜了，机长。等我一下，拜拜，谢明珠。
开得很快。又回来了，我也是再播个一小会儿就不播了，一会儿就到家了，芝芝先到了，然后再到，我们俩今天很聪明，因为我在去的就是坐飞机之前，谢谢莫白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说到时候我们两个先赶快跑，然后还好我们两个坐一块，谢阿宇，然后你们不知道，我等那个飞机开始滑行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准备好了，但那个时候飞机还没有开灯，然后没有人站起来，我说那我要坐第一人，结果没想到滑行滑了十几分钟，感觉一直滑就是非常非常的滑，我都不知道滑了多久，就是我第一次滑那么久，后面我们就一直等，谢谢土豆牛奶没有宝贝丢，然后等到一开灯，我赶快站起来，赶快拿行李。但是当我拿完行李之后，就是我在拿行李之前，我赶快跟周周说：“我说周周，你赶快把那个安全带解开。”我说：“咱们准备站起来了。”先等着被吃的被跟，截图对你那没有抱。然后他就赶快，就是让他赶快解开的时候，我也赶快解开，然后拿着行李抱，赶快就站起来。结果当我拿完行李之后，我看到周周在站在前面，有一脸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眼神看着我，因为大家都全部都站起来了，前面因为我们最近赶快干事，先偷偷跑到前面去，结果但是非常还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我们会就是我们下来之后，还是我换了个车啊，不是，呸，我在说什么胡话，我换了个车，我换了个钱，你去了趟卫生间，我们两个先写卡拉布卡，然后还是比他们快，写小时不吃香菜，我们俩不哦，我们俩是先到他那儿，然后再到我这儿，差的还好，就是。因为如果我想了一下，如果跟大部队，我们要等到很久很久，要先就是等所有人齐了，然后拿完行李，然后出去再被就是拦，就是管住。先民出。是哦。最近在当美人鱼，哼。还好，今天上了，我上了200万呢，然后就把200万给换了，400多，忘了，因为它有手续费，然后汇率什么问题的，因为在机场嘛，就会低一点。谢丽早了，吃不够，我的天哪，我这包里还有好多东西，装了乱七八糟，装了一堆。还好我就是放在了小行李箱还有我的包里，因为我的行李是23.2，非常非常准，就是靠我的手臂称重，但是我不应该把所有吃的都放小行李箱，有点小小的饥饿了，有点，再播个10分钟我就下播了，6点时间，对，回家我想吃酸奶麦片，我买的越南粉也没有带回来，又真的装不下了，然后我想了想，没关系，国内也可以买到，因为我最近一直早睡早啊，早睡吗，反正昨天昏过去的，反正早起是肯定的，每天都非常早起，导致我今天也是八至
还是磨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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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又你们猜我是怎么做的？写泡芙可还行 ？No， 我怎么手抓呀？我是用吹风机吹的，吹了半小时，我的天，头顶都给吹白了，就是因为太热了，我是吹出来的，因为我没有带夹板，我只带了一个拉直，你看。手还行吧，手还行，手机不算很沉，头顶上有光不明显。发型没那天好看，你谁要给你踢出去？刚说完，吹了半小时，跟我说没有那天好看，真让人生气。写明珠。真是的，在我的直播间，没有黑的，有没有黑的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晒黑的吗？感觉，他们就防晒还挺防晒的，因为我属于那种很不喜欢，太黏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不想喷那种防晒。就没喷，就是我们姐姐是会给我喷一点，我后面就放弃了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我会就是保护好我的肤色，我就没有抱着这种想法去的，我想的是我每天出门前涂涂防晒，对，这个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我买少了，因为我把防晒我忘了，我不只要涂脸，我还涂身上，我就带了，又就是继续涂了。七七八九一朵红红，我不抗晒，但是非常好的是我没有晒伤。我以前晒伤，对，晒伤很痛，还好咱们就是只晒黑没晒伤。喷完还啊？真的吗？那种喷完很容易晒伤吗？我就是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不要抹的比较好。多久恢复？我就这么说吧，我感觉我刚恢复，就去年晒黑的，我刚恢复的。恢复一点，就恢复好了。每次都不涂，我只让姐姐给我喷，喷完之后我就去晒了，晒特别黑。但是去年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可白呢，我是回来之后一对比，我比山子哥黑了2个度吧，你们就知道我有多黑了。我是那种亮黑色或者是非常均匀的黑就算了，但是我不是很不均匀，所以不行，就是不行，真不行。喜爱吃香菜的鱼，你们脸上抹点，你们也白，另外就会翻牌了。谢古冻茶，拜拜。要播完之后有时间再看一播，没时间，我估计是没什么时间。我估计之后要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，唉，明天一天收拾东西，后天又要这个见了，后天见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